想得到反而失去更多。以后先管好自己的老公。想往上爬反而向下沉沦。不要跟嘉玲姐斗，斗不过她的。为了成功，您有没有底线？没想到你连一个财务报表都搞不定，根本就是个废物。请锁定《民视日食游戏》，由小丑鱼西施排汗衫冠名赞助。